好饿呀，我要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。变，哇，怎么这么多虫子呀，看着好吓人呢。不行不行，我要重来一遍。变，啊，怎么还是这些虫子呀？姐姐吃我，姐姐吃我啊。头一次听说不要命的还让我吃了它，什么情况？姐姐姐姐，我们是虫子糖，小朋友们都以为我们是大虫子，都不敢和我们玩。你告诉他们，我们不是大虫子，是可以吃的糖，我们想和小朋友玩。哦，原来是这种情况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就随便拿下一个吧。小朋友们，他们是虫子糖，不是真正的大虫子哦，见到他们不要害怕哦。就拿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吧。哇，看看，它只是一个虫子糖而已，不要害怕它哦。小朋友们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可以吃的虫子糖，看看我们多可爱呀。好吧，让我们打开尝一尝。哇，里面是这样的，是一个绿色的软糖味。甜甜的，确实很好吃哦。姐姐，我们不老人还很好吃，对吧？嗯，好吃。喜欢的记得点关注，下个节目见。